有毛病吗，安德尼？没事摔他干嘛？我非得打死这个小兔崽子！他姓什么？叫什么？长得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。他就把我闺女肚子给弄炸了。那是我闺女，我那安的闺女，欺负我到头上来了。你看着，我把他弄死，我一定把他弄死。赫赫，你本事真大。还是你女婿，你孙子他亲爹。 还你弄死，你弄死，啊！你让你闺女守活寡，你让你孙子没爹，爱谁谁，我就弄死，弄死。那不是这也是哈？不是那怎么办呢？不是我跟笑脸欢迎的。 不，我笑不出来呀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到这时候，我脑子就大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跟他六神无主了。不是我就没注意过，这时候我就掉链子了。你，哎呀，我你这安谁？你太逗了，你瞧你那样儿，女婿是教客，你客气点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有我呢。<笑> 看我眼色行事就行了啊！有你呢是吧？对呀，我客气着点儿。客气点儿。我当没这回事儿。你就装孙子呗。我装孙子啊！<笑>你说装孙子，我就想娘娘，我得装点孙子。<笑>哎呦，哎呦，安子，哎呦，逗死我了，简直！哎呦，这边。 我交代事儿你记清楚了吗？尤其是咱们的相识过程，还有你的收入什么的。记清楚。娜娜回来了，哎，刘姨，你别。